我们的可爱的卢一杰，他要演唱的是《四季春》，他的名字叫做《窗外芭蕉》。大家好，今仔我要唱的是《四季春》。过道的风吹伫窗外的啊。那长长的芭蕉叶，轻轻啊在摇，有一份咱同款的梦，有一份咱梦内面的爱。轻松哦，想要剪一片长长的芭蕉叶，抱一阵凉凉的风，寄给你哟。你若偷开。风就会轻轻啊吹对你的头前，哎哟，那风就会吹满你的册册房哦。哇，好好听哦。好，接下来是八号的卢佩柔。他要演唱的是我们的《四季春》，来，大家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接下来是13号的林雅萱同学，为什么要特别介绍？因为我们雅萱呢是
从恒春的国小毕业以后，现在在念潮州高中。今天呢，特别跟我们八号的卢佩柔请假回来参加我们的民谣季的比赛。我们欢迎林雅轩，她要唱的是《思想起》。大家好，我来自潮州高中，我的同学拢问我对倒位来，我就唱给因听。我今仔日要唱的是《思想起》，我来自恒春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十四号的参赛者林云慧，她要演唱的是《五空小调》，这歌爱情人，刚好搭配我们最近的选举。好，我们欢迎我们的云慧。大家好，我是编号第十四号，我今天要唱的是《五空小调》，这歌爱情人。
表演。接下来我们欢迎第十九号张爱璇，来自车城国中，他为我们带来的曲调是《四季春》，曲名叫做《兰陵曲哈》，掌声欢迎他的演出。大家好。多谢大家。你的亲和游廷君来自车城国中哦，带来的曲名是《乐刷风》，曲调是《红钢调》。大家好，我是编号第二十七号，我今仔日要唱的是《红钢调》。
摇得过去吗？是阿心儿歌，一首歌因为是一道树啊断。多谢大家，谢谢。下一位选手33号郭文平，也是来自车城国中。通坡的残壁，你要带来曲调是《四季春》。大家好，我是33号，今仔日我要唱的是《通坡的残壁》。多谢大家。